再开一次。哪张比较好练？都差不多吧。看哪边人少就去哪边了。我就觉得现在有艾尔达斯将领啊，利曼我觉得都不会差太多，每一个图我觉得都不会差太多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挑人少的练就对了，反正击杀数也不会差很多。现在练等变得很弹性了，感觉蛮多都可以选的。喷泉秒不了，没关系没关系啊，因为这很正常啊，就是秒不了怪就是不算门槛的，就我们在讨论练的哪边快，都是以秒怪为门槛。那伤害不够就慢慢练了，没办法。秒不掉就是伤害不够嘛。二十星当然是买二十星卷的。这边只推二十星卷。啊大吧，排球还没完，二跟三会差一千打法一样，因为二那个图很烂呢。买成品也是啊，可以直接买成品。九元大法到底好不好，容不容易赚我也不知道。没有试过。怎么看起来那么爽？因为刚好比较远的左边跟上面都有放置技能可以放，就会很爽。是八十九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觉得就是二十星就好了，最快。我自己是都买二十星的，十万只有送什么吗？活动硬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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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刀半张，差不多。占地8800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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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花が出る時間。哈。噔噔噔噔噔。花だ。太阳へ열기로。三吉亚马，太阳的열기로，太阳的열기로，달보다도차갑게。下半再给。太阳的열기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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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要补喷泉了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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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噔。跳啊跳啊跳！差不多又要补那个了，喷泉。绳索。一年替换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一年很久吧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潘德拉，潘德拉，等一下有大宝卷可以开了。潘德拉，开个大宝卷。原地站撸。영혼의탄환이여하시련을받아라하自我要求那就跟我没啥关系了呀，那你还问谈不谈，你都给自己规定了还问我那不是很好笑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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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我有玩到。梅多赞给子哈，是吗？是这样念吗？杀生丸。我记得我有玩到犬夜叉。看主播每个职业都觉得很好玩，呵呵，没事啦。不过圣魂还行呢，主要是感觉我这几只练等的时候都蛮愉快的。一年对吧？一年时间很长，没有错，不是什么难事。极限运动好像没什么吸引人的，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极限运动一天有次数限制吗？没有，你可以玩到吐。完全看不懂，没关系啊，不用看懂，真的不用看懂，那个也没什么，就是选个职业，然后开始考怪升等，再考玩家。我是没啥兴趣了。椅子不错看，就看你们喽。我是参加的意愿不大，那个次数太多了。会玩极限运动吗？顶多一场吧。OK， 6200只，还不错，至少不用人挤人了。OK， 6200。
那就在这里了，不然其他太多人了。